他叫陈友良，他是我们的大哥，准确地说，他是我们的大内总管，十八号厂房的车间主任，负责调度安排、人员协调、技术协调等一切日常事务。但更多的时候，他的身份并不完全固定，而是随着我们的需求而不停变换。有时候，他是保姆。有时候，他是 ATM 机。有时候，他又是情感顾问。还有的时候，他是幸福的高富帅。因为有他，他们走在一起，有了三一。因为有他，我们奋斗在一起，奉献三一。